峡谷之旅第二天，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玩南峡，那这里相对于北边比较热闹一点，而且还有看到有公车可以坐。那今天所有的行程里都比较近，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出发。我们决定好，我们第一个行程要去东边很远的地方看沙漠，一个叫做 Desert View。然后看完之后再回来这里 Beauty Center， 然后我们再去走几个步道，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行程。终于有大峡谷的感觉了，真的超想空拍就直接飞过去，但应该会被直接被打下来。我们再去 Desert View 的路上，先到了一个叫做 Grand View Point 的地方，然后来看一下整个大峡谷美丽的景色。真的超漂亮的。来到第二点 Moran Point。 三个点 Leapen Point。 现在来到第四个景点，叫做 Desert View， 然后现在要去看一个 Watch Tower， 应该是一个类似瞭望台的东西。
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终于要来走步道了。那我们会沿着南峡的 South Stream 这个步道，沿着这个大峡谷走，因为我们要赶飞机回家，那可能走的距离也没办法太远。但是大峡谷绝对值得二访。终于结束两天一夜的大峡谷之旅了，但是我们第二天其实只玩了一半，然后两天总共呢玩了北峡一点点的景点跟南峡一些的景点，我觉得完全走不到一半，我们还有西边大峡谷完全没有去，之后绝对会找机会再来一次。我觉得其实可以规划大概一个星期的行程，因为除了大峡谷本身以外，它其实周边也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就是包括在亚利桑那跟犹他州两个州之间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可以看。好，那我们下次见。